规了。那梦想家这边就是要避免发生失误哦。对。哦，这个球发生失误了，林志杰这个喷了就是暴扣这一瓶比分。哦，不过不能松懈啊，梦想家还有最后一次的攻击机会哦。球在吴永胜的手上，传给钱耿尼，再回到吴永胜三分外线的出手，短篮板球，勇士队抓到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哇，今年季后赛第一次的延长就在台北和平篮球馆，这是系列赛的第四战，决定最后的赢家是谁。再度回到三分的差距，那没有暂停了，没有暂停，最后十八秒，球给林俊吉，一个牛角战术，双挡的掩护，布伊德三分外线出手，哇！还有十一秒钟，梦想家必须要守住这一波，对，而且不能犯规。现在双方平手了，球在张忠宪的手上，张忠宪有机会当英雄，出手没进，篮底下布伊德抓到，果然，弧顶三分球，103-103，要进入第二次的 OT。